给你们看一只灰色菲尔小泰迪哈，这一只呢是刚刚更新的，它是一只小妹妹，目前呢已经3个多月了哈，它的毛量超级好，而且反色也比较明显，嘴部周围呢已经是明显的银亮色高级灰哈，它的嘴巴也短，看一下只有一只，毛量也特别好，看一下圆嘟嘟的，根部呢反色也比较明显哈，也是银亮色的高级灰，体型超小，加上头只有巴掌大，再来看一下小脸儿，眼睛也是大大的哈，如果你们喜欢菲尔的毛量多的，脸蛋甜的，可以选它啦。